因為而家咧係講到就係話，成日點樣傳福音咧，尤其嗰啲朋友認識咗好耐啦，我哋點樣傳福音咧？咁傳福音咧，其實有好多好多不同嘅方法。我自己就覺得咧，最好咧係根據嗰個人嘅情況，同埋咧同佢溝通嘅時候，佢嘅表達。如果呢個人有溝通到關於譬如生活困難啦、家庭困難啦、人際關係困難啦，即係有表達到任何一方面嘅困難或者唔開心咧，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入手啦。即係任何嘅佢所遇到嘅困難，甚至佢開心嘅地方都可以嘅。總之佢將佢嘅生命嘅一部分分享俾我哋聽，無論係困難或者係佢好嘅地方，我哋都可以由呢個入手。其實幾時都係嘅，同一個人溝通咧。 最好就係由佢所表達關於佢自己個人嘅嗱呢個分享嘅意思咩？即係將佢生命顯露出嚟咩意思咧？因為有時有啲人咧，佢分享咩咧？分享電視節目啦，有咩電影啦，咩明星啦，嗰啲係同佢無關嘅。咁呢個咧係入唔到手嘅，即係當然你可以入手，你可以同佢傾嗰啲明星都得嘅。如果你識得嗰啲明星嘅話，咁但係呢個唔係佢生命。如果佢生命裏面有困難， 咁我哋第一步咧可以做嘅咧就係認同嗱。雖然我哋話應該就唔好係咁困難㗎，即係譬如佢話佢成日同屋企人鬧交咁，或者唔開心啊，呀，湊仔好辛苦啊，同丈夫關係啊、妻子關係好辛苦啊咁。咁我哋梗係唔想佢永遠都係咁，不過我哋知道佢咁嘅情況係會辛苦嘅，我哋就認同。認同即係話哦，咁樣發生啊，我都知道你好困難嘅，唔開心嘅，會煩惱嘅。 即係呢個認同啊，即係感受呢個人嘅困難，唔係代表我哋認同佢以後都係咁唔開心。不過喺呢個情況，佢係的而且確會唔開心嘅。呢個認同咧係會俾人一種咩感覺咧？你覺得？譬如有個人話：哎呀，啱啱同丈夫或者妻子咧鬧完交啊，好唔開心啊咁。咁你話係啊，真係鬧完交真係個人都唔開心嘅，即係會好煩嘅咁。你覺得如果有個人咁樣認同佢感覺係點樣咧？ 舒服，好明白咯，我覺得佢好明白自己啦。係啦，即係舒服會明白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其實就同一個人 connect 連接啊，呢個係第一步。而連接咧就係因為長時間相連嘅時候咧，總有啲嘢嘅。咁嗱呢一種係一種連接方式。咁如果呢一種嘅連接方式，我哋點樣入手咧？我哋就聽佢講啦，咁亦都係了解下佢咁。 呢啲困難有幾影響你？譬如你瞓覺會影響啊，你嘅生活有冇影響啊？你對於人生有冇影響啊？咁然後咧就係、是、咁，你有冇嘗試點樣處理？譬如佢話啊，我都試啊，不過試極都冇用，成日都係咁嘅，成日都係鬧交噶啦，都冇乜分別，成日都係唔開心嘅咁。咁我哋知道佢個狀況咧，即係都啊喺適當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去同佢講啦。咁你 想唔想揾到一啲方法可以處理到啊？即係去讓佢去思想啊！咁亦都我哋可以分享我哋自己真係經歷到神嘅喺呢方面嘅幫助，或者有啲人呢個就係由需要入手。咁我哋尤其如果我哋自己都試過點樣唔開心煩惱，或者見過有人開唔開心煩惱，尤其我哋幫過好多人咧。 你就咩類型嘅人都會可能見過，咁咧就分享我哋有呢種情況，然後跟住咧就祈禱咧真係成個人鬆晒。咁嗱呢樣嘢人哋聽到咧鬆晒咧有幾種反應嘅，一種反應就係即係呢啲作假嘅啫咁啊。有啲人真嘅，即係有啲人會真係咁問喎，真嘅咁呢個就比較認真一啲啦。作假嘅即係佢已經有種控訴喺裏面啦。咁呢個咧我哋又要準備好咯喎。 第一就係喺我嘅影片咧有好多不同嘅醫治釋放，咁嗰啲咧你可以咧就可以作為，即係你其實如果你想我傳咧，我前一排都傳過俾我哋嗰啲門徒啊，全部都傳過晒。你想我可以傳俾你嘅。咁你傳咗咧，你就可以分類別啦，即係有啲人需要邊樣，你就話俾佢聽。嗱，有啲人都有呢個情況喎，咁樣。 咁咧就真係得釋放喎，係真人嚟㗎。而呢啲人真係我哋係幫過佢，係啊可以，即係有好多都仍然可以揾翻嘅。咁即係俾佢知道係好真實嘅。咁喺適當嘅時候俾佢知道神係真實嘅。咁亦都
如果我哋有經歷過為人祈禱，我哋就邀請佢啦。你想唔想去為人祈禱？真係可以經歷到神嘅同在。喺傳福音嘅時候咧，我哋總係會有啲人咧，佢哋係願意去思想啦。有啲人咧，佢係永遠封閉。咁我哋能夠做嘅就係為佢祈禱同埋去揾出路。但係咧，當呢個人係繼續封閉嘅時候，即係我哋用盡一切智慧，佢都係封閉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即係個心裏面咧就話。我會繼續幫他，但這個人我帶不到信耶穌，但我可以繼續找其他人，但我們都去找，就是說方法怎樣去幫這些人，我意思就是說，有些人呢，他們是知道神是好，知道神是真，不過不肯信，這一種情況呢是他選擇，我們都幫他，不過呢，就是說他當他真的選擇的時候呢，是可以說都沒有人幫得到他，就是這個是他是很難的。但我最近上網又找到一些對於那些佛教徒有幫助的，我那次找呢，就是找什麼搜尋呢，就是佛祖，不是佛教是哲學，或者是佛祖是不是神，我得到的答案不是基督徒的網，是佛教網的，在個佛教網裡面呢，他們就說他們就是說呢，佛祖不是神的，佛祖只是一個老師，他先過我們，他先過我們學到這個怎樣，即是放開懷抱，不給人影，他不是用這字眼，即是我用這字眼，看波紅塵，他就先過我們，其實他只是帶路，就教你怎樣，他就說到佛教是一個紀律的，即是靠自己的方法，是的，還有呢，就佛祖不是神來的，不過只是去，即都是在那裡這條路，他就先行過我們，即是他這樣說的，我覺得很特別，即是因為佛教自己承認，還有他說的就不是拜的，其實即是那些是佛教那些寫的，即其實就不是拜佛的，我就看到，原來他即不是當佛是神，他只是一個人，他學到這個道理，我們可以即這些文章呢是可以給他看的。另外我都想到呢，有些網上是有些佛教徒、佛教和尚、師姑信耶穌的見證，這些我們又可以找的，找了呢就可以作為，即是給他看看，即是說真的有，他們呢 所信的其實是一種哲學來的，一種處理人生的困難，就不是真的要人得救的，你會不會真的關心這個世界是有真神，而這個神很多證據的。有些人他聽到這些 會有心去想，但有些人呢，因為他看中是人，即是我整個家庭都要我拜，我沒辦法能夠放下這個壓力，這樣的時候呢，可以說呢是暫時是沒有機會，但你都不否定可能有一天他會改變，即是說可能有一天當他想到即是我們如果繼續是認識這個朋友的，告訴他聽，雖然這麼多人給你這種壓力，但是如果真的有個神，你將來去天堂很重要的，可以得到永生是很重要的，這個呢就希望可以幫到他信耶穌。我們這個困難情況我們不講住，我們去其他，因為有些呢的而且確已經決定了不想跟從的，這個是即沒有人改變到他，即神的靈可以改變他，但是他一直堅硬拒絕的時候，即是他拒絕了神的感動，但我們就繼續吧。好了，我們講到普通人啦，一種呢就是說他有困難有煩惱，另外有些人呢就是開心玩，這種人呢我們又是跟他 connect， 即是怎樣什麼我們都想的，他開心，不過有些人開心呢就是什麼呢，就是玩遊戲機，這種呢我們 connect 就即比較困難一點，我意思就是說他喜歡那樣東西，我們就在這樣東西上跟他 connect，但 connect 我們不能夠跟他玩的，即是我不是說絕對不能夠，不過我們即基督徒通常都不會那麼上癮，這樣我們就看了，即是看，譬如他玩，可能他玩得很開心，樣即由他開心的位置來到去入，不過 我也都很覺得這個世代呢遊戲機是一個魔鬼使用一個很有效的工具，令到人的生命封閉了，虛擬入了去一個虛擬的世界。係啦，錯。
咁而我哋可以點樣入咧？就係話，即係佢都係想開心。咁我哋可以分享神嗰種開心啦。我裏面嗰種開心，嗰種滿足，即係我哋可以由處理問題同埋神裏面嘅開心滿足，神嘅各方面嘅美善。嗱，佢玩遊戲機就好難講到呢、這個美善啦，但係咧滿足開心，即係你中意玩就開心啦。咁由呢樣嘢嚟到入手，的而且確有啲人你講乜咧，佢都係冇興趣，佢唔想入咧，你係好難入到。但係如果佢會聽到話，我哋真係開心到湧流開心，咁我自己本身因為我曾經好多次為人祈禱，我試過有一個人咧，唔係一個，其實有不同，幫我諗到一個人咧。他是憂傷得很緊要的，跟住嗰個祈禱咧，佢就喺度大笑啊，即係呢種嘅情況，係啦。咁亦都有啲咧就佢喊喊一輪，跟住笑，笑了一輪又喊過，即係神咧又將佢啲憂傷又攞出嚟，因為咧憂傷完啦，佢又喜樂咯喎，喜樂完咧，佢啲憂傷又走出嚟，又再清理，即係神可以做好奇妙嘅工作。咁我哋都可以由呢啲去分享俾人聽。咁呢啲都係入手，即係。有些人可能是用神的存在，如果講神存在，我在那些影片有些講到神的存在的，神的美麗，即是譬如神創造的萬物很漂亮的，花草樹木很漂亮的，即我們很感謝神有這個 National Geographic、即是呢、叫做什麼中文譯做國家地理頻道，他們那些真的很漂亮的，拍那些雀仔、真的很漂亮，因為 我都有拍雀仔的嘛，是很難拍的，但他們拍到的雀仔在個竇那裡，他們在那裡餵仔，真的我們很難拍得到，因為他在那裡捕很多個小時，就是拍那些雀仔做什麼，他扮雀仔來拍的，經常都看到他們扮雀仔，有時扮雀仔，這些都是一種傳福音的方法，就是看到這些東西那麼漂亮，神是真的一個很智慧、很美麗的神，很有美感的神 去進入。那你這樣說就是投其所好，是啦，投其所好，他所入得到的。咁亦都有時可以用一些觀念啦，即係譬如話，人生咁忙為咗乜嘢咧？咁辛苦為咗乜嘢咧？咁咧就即係我自己都諗過呢個問題啦。嗰陣時諗就係、是、咁辛苦就係為咗讀書啦，讀書讀得好啦，將來做工啦，賺錢啦，跟住又點咧？跟住。很多人嚟講，結婚啦、生仔啦，跟住又點咧？跟住就慢慢年紀大咯，老咯，又會病咯，又會死咯喎。咁到底人生為咗乜嘢咧？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即係一啲嘅方向。咁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愛啦。呢個世界上係事實上好少真愛嘅。咁基督徒咧係有更多愛，不過都係缺乏愛嘅，即係的而且確咧係有好多因素，因為好多人唔開放自己，所以經歷唔到基督徒嘅愛。咁亦都好多基督徒係唔願意愛，不過亦都係有基督徒係願意愛嘅。咁因為我係牧師咧，我接觸見到有愛心嘅基督徒，我係見多過普通人，因為我幫好多人啊嘛。咁我見到有愛心嘅人，我係見到有嘅。咁呢個咧，即係同埋神嘅愛可以經歷嘅。咁呢樣嘢又係可以幫助好多人嘅，因為好多人咧，佢哋覺得呢個世界上冇愛啊，同埋。基督徒的婚姻可以去到一個很高層次的美好的，不過這個又不是個個基督徒都是這樣的，所以這個又是一個是我們需要，如果我們有結婚的，我們就求神幫我們將這個婚姻建立到一個最高度的 美善。我自己的婚姻我是盡力去建立是最好的，我又感謝神，我太太真的很好，所以呢我就很容易，因為他自動會對我很好，我又很自然地感激。咁聖經喺詩篇十六篇有一句説話，佢話咧：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我好多時用呢句説話提醒我自己喎，我要持守，我要珍惜我嘅婚姻，同埋珍惜我有嘅一切，我有機會服侍神，俾我神嘅同在，神俾我咁多教導，我要珍惜，唔好浪費咗。咁我就發覺咧，我無論係同太太關係啦，同人嘅關係啦，服侍啦，去宣教啦，都係好滿足嘅。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分享到俾人聽，我哋生命嘅豐盛同埋滿足。即係其實任何入手，咁我試過用咩入手咧？蚊，用蚊啊！即係蚊，因為我咩都諗到嘅。我嗰陣時整過一個單張係講蚊嘅。Money 嘅蚊啊？唔係蚊啊！
一隻蚊，一隻蚊吸血，吸血嗰啲蚊啊！點樣入手啊？係啦，點樣入手咧？其實咩都可以揾諗佢入手嘅，即係有啲人會話：如果神咁好，點解有蚊嘅咧？點解蚊會針人嘅咧？點解咧就會我哋又會受苦咧？咁其實咧，聖經咧講到點樣咧？神起初創造天地嗰時咧，嗰啲動物咧係唔傷人，佢哋唔食人，唔食其他動物，食草嘅啫。所以嗰陣時啲蚊咧係吸草汁，咁咧就同埋有啲咩，其實咧神做呢啲好多昆蟲，我哋就覺得係唔好咧。其實佢哋係好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會保持嗰啲污糟嘢，全部咧佢哋會食曬，令到呢個世界咧更加好嘅。即係神做曱甴咧，點解有曱甴咧？係因為呢個世界而家咁多問題嘅。如果未曾有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哋食剩嗰啲生果咧，曱甴食曬，咁啊就冇問題啦，即係就唔會有而家呢種問題，即係喺嗰個情況咧，係會係即係清道夫嚟嘅，係啦，佢哋係清道夫嚟嘅，咁咧就唔會有而家嗰啲問題嘅。咁咧，佢將來去到天堂咧，有冇蚊我唔知道啦。咁咧就聖經係有講到受造之物咧一齊嘆息勞苦，將來咧同我哋一齊分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，喺羅馬書第八章。所以咧，將來有啲動物都會喺度，但係到底係幾多動物喺度，我唔知道。不過總之咧，唔會有蚊針，即係話神創造人嗰時係蚊唔針嘅。其實咧係，至少我所講就係話，無論你用咩方法，都可以作為一個入手去傳福音嘅。咁而最緊要就係同呢個人有關聯，同埋呢個習慣啊，聽人講嘢即刻留意佢嗰個。譬如啱你講啦，我知道你中意寵物，咁你即係你都同你嘅寵物有嗰啲即係回憶啊，有個情啊，你都好想喺天堂見到佢哋。唔係好多，即係全福音好多人有呢啲寵物問呢個問題啊。係啊，咁你咪就用呢個經文羅馬書八章有一節嚟答佢咯。佢能夠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，咁所以如果咁講嘅時候咧，即係話佢哋都能夠享受神兒女能夠有呢個自由嘅榮耀。咁嚟，而家我繼續講落嚟就係話，我哋傳福音嘅時候咧，就係我哋有好多兵器啊，隨時準備好曬。喺我嚟講，我記得好多醫治，而我親手即係親自為佢祈禱，佢得醫治嘅；親自為佢趕邪靈，得釋放嘅；親自為佢祈禱，佢心靈病得醫治嘅。即係呢啲咧就係一啲嘅例子啦。咁我亦都研究好多關於神的證據，你可以在那個影片看得到的。我也都因為輔導很多人，知道人的痛苦、煩惱，聽過很多很多，所以那些又是可以幫助到人。這些就是我們有的兵器，就能夠幫助。那你現在來講，雖然你不是那麼多，但是你知道有這些情況，你就可以告訴他，這些都是真人，真的經歷到幫助的。因為很多人呢，他們有個觀念，對於耶穌的看法，信耶穌就為去天堂，即係呢個觀念係，就算基督徒都係喎，都係覺得信耶穌為咗去天堂。嗱，呢個當然係一個最重要嘅一點，但係聖經講唔係淨係信耶穌去天堂，信耶穌係今生得福。咁聖經有講到，你們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。馬太六章三十三節，我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啲咁豐盛喎，即係有豐盛的，有喜樂的，喜樂又代替悲哀，是一個開心的人生的。還有呢，是你吸引，當我們是願意付出幫人的時候，也都是願意奉獻的時候，神就會用十足的星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撞在懷中，神會祝福我們的。少壯獅子還缺食隱餓，但尋求耶和華甚麼好處都不缺，即是說神是真的祝福凡跟從他的人。但很多人信耶穌是不是真的跟從的，他是很遠跟從，他只是信的一番崇拜坐在聽或者睡了覺，就不是真的跟曬耶穌。因為聖經是說跟了耶穌是親近他的，信靠他的，親近他的人，遵從他的人，神就會凡事祝福的。所以在我傳福音和我幫基督徒，我都會告訴他，
你越亲近神就越得福，你越侍奉神就越喜乐，你越开心，你越满足，你有能力，咁你咧越行神嘅路咧系越好嘅。咁嘅时候咧，人咧就会即系会向往啊。咁我如果越能够分享到神里面嗰种喜乐啊，嗰种高度嘅满足咧，就越能够帮到人啦。咁对于有些人思想有另一種的思想，就是有些人追求完美的，不過這個在世上很少了已經。我都會告訴人，因為我什麼都想過了，神是很完美，怎麼很完美呢？祂有完全的慈愛和完全的聖潔。很多人就沒有這麼想的。我用一個比喻說，就是很多人所信的所謂神呢，他們是第一就不是有完美的愛的，即是沒有一個宗教是講到神那麼愛我們，並且不是講到，是真的經歷到神經常感動我們，吸引我們，安慰我們的心，醫好傷心的人，是沒有人有這種東西的。即是很多人信很多宗教沒有這種東西的安慰，神陪伴他整天祝福他安慰他，是沒有這種東西的。因為為什麼呢？因為那個神很遠的，沒什麼 interaction， 沒什麼參與在他的生命裡面的，沒什麼怎樣做工的，有沒有經歷不到他的愛的。但是神呢是經歷到，因為他是真的有完美的愛。那麼神有完美的聖潔，很多人又不喜歡聽到的，哇，那就很嚴格咯。但是呢，當我們去明白聖經呢，就會知道其實神的聖潔很靚。譬如去到天堂呢，就算在世上有一個基督徒，或者有一些基督徒跟你關係不好，去到天堂他不會說我不想見到他，什麼他出現的呢，即是我們人會這樣想的。有時即有些基督徒即是 他生命不成熟，他會不想見到某個基督徒，但是上到天堂他會說哇好開心你來到，哇真的好你又在這裡，即是他不會說什麼你也來到的，即他不會這樣，他會很開心。咁喺天堂咧，就係完全嘅饒恕係好靚嘅，完全嘅關心係好好嘅。嗱，地上就係冇呢種嘅情況。咁我希望我哋能夠建立呢個群體咧，真係好關心人，真係成日祝福人嘅。所以聖潔係好靚嘅，因為聖潔裏面咧，再冇偏見，再冇排斥，再冇拒絕，係好靚嘅。咁有啲人話：哇，咁樣好似好辛苦喎，要遵從咁多戒命。又不要犯這樣又不要犯那樣，其實呢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看法。我就告訴你其實很漂亮，譬如因為我和我太太關係好，你如果你又跟某些人的關係好，或者你怎樣處理生命處理得好，你可以這樣說，我和我太太呢，我真的在裡面我完全是想著祝福她的心態，她又是的，即任何時間我都看到她的愛的表達，好少嘅嘢，即係有啲咩好食啊，佢梗係即刻揾我食啦。有啲咩我即刻需要，佢即刻走去做嘅，即係佢會衝住去做嘅。咁咧，呢個就係愛啊嘛。呢個就係成日對對方好。我哋兩個會覺得好大壓力，哎呀，我要成日要對佢對方好啊。唔會嘅，係覺得好享受嘅，即係越行曬神嘅路係非常之享受嘅。所以聖潔嘅路咧係非常好嘅。嗱，如果有啲人話我中意，譬如有些人喜歡看色情電影，他說我信耶穌沒得看，有沒有搞錯，他覺得不好，但其實這樣是對於他的太太，你想想太太看著那個丈夫在看色情片，有沒有太太喜歡看的呢？即看到丈夫這樣是沒有太太喜歡的，是會覺得很被侮辱呢。所以人喜歡很多東西其實是破壞的，但人又不覺得是破壞，咁於是咧就容許嗰啲嘢一路破壞，即係所以其實好多人中意嘅嘢係會破壞嘅。咁嗰啲嘢破壞你唔做，反而你整個生命日日都咁享受。即係譬如我嚟講咧，我同我太太有時咧，我哋要等嗰啲村巴啦，遲咗一班，即係或者落啱走咗，咁我會點講咧？又有拍拖嘅時間，即係我哋睇咩都好正面喎，好開心喎。冇所謂啦，咁我真係喺度咧，又會傾偈，又浸一聲啲時間，好快又過咗嘅，係好開心嘅。咁我都
即係多次都即係同佢一齊，我哋都會有呢句説話。即係曾經好耐之前，我睇咗句説話，佢話最短嘅距離由過呢個英倫海峽係咩方法咧？咁佢哋不同人講，咁有個人就話咧，最短嘅距離咧就係同一個最好嘅朋友一齊，即係好好嘅朋友一齊傾啦，你就好快啦，即係好快就去到。咁我周時都同我太太講，我哋譬如去邊度玩，跟住咧怎麼哇走咯喎，我話就係同你一齊啲時間就係咁開心嘅。即係當我哋尊重人、睇重人咧，係非常之開心，成個人都開心曬嘅。咁所以我話咧，行神嘅路、聖潔嘅路係好好嘅。離開罪，越離開罪個人越鬆越開心。罪雖然有好多人嚟講覺得有罪中之樂，但其實個心係唔開心嘅。即係全世界唯有神，因為耶穌基督咧係咁完美嘅聖潔同埋慈愛，係咁美好嘅。嗰種慈愛咁好，甚至啲動物都會有嗰種愛，甚至鱷魚啊，佢擔嗰啲仔啊，你睇佢牙咁犀利，擔住幾隻嗰啲仔入個口度，真係哇，好容易咬。即係大力少少嘅鱷魚仔已經死啦，但係佢可以擔幾隻落個口，又擔落水，又跟住又上去又擔，即係呢種嘅細心咧，即係你好難想象個鱷魚嘅力，即係稍微大少少已經唔掂啦嘛。咁但係咧，佢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就係佢出於愛啊。咁我就話，全世界唯有呢個神係完全嘅愛，完全嘅聖潔嘅。嗱，有好多人咧就咁啦，佢中意嗰啲縱容嘅神，你可以又拜神啦，跟住去賭錢啦。誒，中意去地寨又得啦，賊佬又得啦，啊，即係話咧，喺佢跟從個神咧，並冇要求佢係點樣聖潔嘅，係你中意做乜都得嘅，但亦都冇真正嘅慈愛嘅喎，佢又唔係經歷到嗰種嘅佢拜嘅偶像點樣對佢有咩幫助嘅，但係咧，即係睇到佢唔係真嘅神啊，因為點解我哋知道呢樣嘢？聖經又講一樣，神將律法放喺我哋心裏面。所以我們會感覺到，如果真的有世界有神，是一個美善的神，是一個聖潔公平的神，即是我們的心會有這種感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是神做出來的，我們有神的版，神的帽在我們裡面，所以我們聽到有些神呢，我們會覺得這個都不像是創造天地的真神。創造天地的真神應該跟我們的良心吻合的，即是我們良心是會喜歡美善慈愛的，我們又會喜歡呢是聖潔公義的公平的，而耶穌是完全有這些質素的。